那至少可以看岛上些海。对呀、啊，这水在那里啊。那是泥灰。泥灰啊，它就是毛换的不好，就是有一点秃。这个地方刚好，刚刚还坐在那边玩。他现在就很活泼、啊。活泼，对。就还是小孩子，还没完全变大人。嗯、对。这变大人就会，就不太懂。对对。就跟我们人一样。对。他们这个食物都是吃生的哎，习惯了哈，像这个菜呀、啊，是吧？可是他们如果在野生，也没有，也不会煮，也不会煮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弄，他们不会生火。对，不会、啊。很厉害啊！很厉害，对，对。嗯，不是，毛病。嗯。好，没有了，他们在讲什么？你现在都在他们也超厉害，躺那么高哈、哦，他。平衡很好。嗯。啊，你掉下来。掉了。会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，对。哎，他们吃这个好像跟蝶果他们吃的是一样的。嗯，对。哇，在上面跳来跳去，超。你看他还要站那么高。嗯。我是老大。我是老大。起劲，去找泥灰玩。嗯。Thank you.